几乎都连着喝，整张漂亮。比较你来我往的这种相互的平稳的节奏当中来进行，都不准备带数一样。好好，前排终于有一个。好的，这边记住。说到王雪，王雪呢，她的是搏击格斗双修。好的，继续到这个位置，要爆摔。果然，终于爆了，陈光也很快，就非常好奇在局势的这样的动作。对，他的地面技术上其实是比较扎实的，尤其是进入地面的时候，你看，果然是抓得很牢，正光了。高潮！王雪现在把对手压到无形间，也后手后腿，好，任现在主动是进入了。之后呢，然后连续的重击，最后是终于让裁判是叫停了比赛。比赛结果，红方胜。